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帮帮我？有没有人啊？救命啊！我不知道是我的妈，快跑！哎，怎么了？快快叫救护车！快救救！没事吧？我怎么了？喂，老公，你到哪儿了？你找小凯啊，他现在不方便。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，我帮你转达一下。哥米，你这样，你把扬声器打开，我跟他说。妈，不用，我跟邹凯说就行。哎，你打开吧。你怎么随便接我电话呀？喂，我今天有事儿，过不去了。你有事不用管我了，你快去吧，小凯。妈，妈，妈，你去哪儿啊？妈，妈。汪宇，你快多了，你躺着别动啊，我那边有急事，我先走了。你别动啊。您慢点，您这快生了，您小心着点。小姐，慢点慢点。妈刚刚气冲冲的，先坐下，我怕她出什么事儿。我走得太慢了，要不你先去追妈吧，然后你找到她给我来个电话。那你这边怎么办啊？哎，你不用担心，我结完账我自己打个车，你快点去吧啊。行行行，好，那你自己小心点啊。放心吧，张姐，好，快点去吧。妈呢？张姐已经送妈回去了，你放心吧。高明，到底想干嘛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今天你是故意让妈听到汪宇的声音，对吗？我没那个时间，也没那个精力跟你解释。叫我来不就是为了这个吗？邹凯，你妈和汪宇之间有什么问题我不清楚，但如果是我惹妈不高兴，我可以道歉。我只是没想到，原来我在你心中这么聪明，可以机关算尽。可以算得准你今天一定不会来，也算得准你一定和汪宇在一起，而且还能算准今天接电话的那个人一定是汪宇。邹凯，你太瞧得起我。行了，不说了，送你回去。不用了，你不是每天都有很多事要忙吗？今天你妈过生日，这么大的日子你都可以不来，你知道她刚才有多伤心吗？你也不用管我，我自己叫车。你忙你的，走走。
喂，师傅，我就在大堂门口，您按导航来就行。对，麻烦您尽快吧，我就在大堂门口等你啊。接电话呀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！这在哪儿呢？哎，这这这！啊，那个，高密怎么样了？进去一会儿了，还没消息呢。谁是高密家属？产妇现在有生命危险，需要家属签字。那个，我来签。您是？我是她婆婆。啊，对不起，需要直系亲属签字才行。那我签吧，我是她亲爸。那叔叔您跟我来。哎。邹凯呢？邹凯怎么还不来呀？邹凯那个本来在来的路上，公司有点事儿。哎呀，行了，有什么事儿能比老婆生孩子重要啊？你们可真成。没事，您别急啊。这都十几个小时了，你说真着急。没事。哎呦，这都十几个小时了。谁是高密家属？我是他妈。恭喜啊，母女平安。我真的，哎呦，那太好了，放心了，放心了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不过产妇现在身体还比较虚弱，刚做完剖腹产，回去调理一段时间就好了。哎呦，放心吧。哎，那孩子呢？我们什么时候能看见孩子啊？对，孩子已经送去检查了。孩子检查了。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都是些最基本的检查，不用担心。哎呦，我的太好了，谢谢了啊！哎，老高去哪儿？老高，老高就来了，哎，干嘛去？哎呦，这我这撒泡尿的功夫，什么情况？哎呦，生了，嗯，哪儿女儿？女儿，女儿。哎呦喂，我就喜欢，呵，没事，我就喜欢女孩。现在干嘛去？
等着吧，咱们等着。哎，咱们去病房，去病房等着。对对对，快快快，病房病房。小蜜，妈，妈，小凯，你一直在家呢。高蜜呢？你还不知道呢，高蜜在医院。生了？哎呦，没有，这不昨天晚上从酒店出来，这羊水就破了，这都十几个小时了还没生，医生说给他打个无痛的，他非说不要，他说是怕影响孩子。哎呦，这不你看，你妈、岳父、岳母，在医院都陪了一个晚上了。我这不赶紧回来弄点吃的给他们送过去吗？啊！哎，小凯，阿姨知道你特别着急，但是有些话阿姨还是想跟你说。阿姨，您说。阿姨觉得呀，高蜜现在变了很多，对太太、对你特别关心。为了太太生日啊，她亲力亲为的，她就是想让你陪太太过个生日。小凯呀，你也是快当爸爸的人。还是多放些精力在家吧，啊！我知道了，我先走了。那你快去吧。哎呦，哎，老高啊，啊，这两天你放空啊，什么都别干。行行行，我放空。咪咪，好好歇着啊，这些天，想吃什么跟爸说，爸给你买去。哎呦，买什么买呀？人家是月子餐，专业的，有规矩的。哦，现在都这样了。你老土，我不懂不懂。老土了。还有啊，我给高蜜特意请了两个月嫂，一个专门照顾高蜜，一个专门照顾孩子，你就放心吧啊。哎呦呦呦呦，小凯来了，邹凯，你怎么才来呀？邹凯来了，就等你了。来来，快坐下坐下，快坐坐坐坐坐。哎，好好陪陪蜜蜜，来快坐下。你来了，我们就走了啊。那个，那行，蜜啊，那个要有什么事给妈打电话啊。好吧，行啊，好好养着啊。好，谢谢。你先走了啊。哎，那个，那我也回去了。这样，我用车顺道把你们送回去吧。就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你们一块儿回去吧。我自己照顾蜜蜜就行。啊，没事的，咱们现在不是一家人了吗？啊，对对对，一家人。啊，走了。啊，走了啊，高蜜。把明儿再过来啊。哎，好，爸。去看看女儿。抓住他的手，他抓住我的手了，因为他知道他爸爸来了。高明，对不起，
你先听我说，我在产床上的时候很绝望，也很无助，但是我都挺过来了。小凯，谢谢你给了我这个宝贵的生命，有了他，我就有了一切，其他的都不重要了。高明，我也谢谢你给了我这个家。豪华国际部是不一样，要不你找过来吧？就算了吧，我刚把工作都移交给小丽，已经和今年的奖金说拜拜了，全交了。对呀、啊，没留一手。小丽是我一手带出来的，自己人，没问题。反正你可得想好，这一生孩子啊，时间短不了。我想好了，等过了这个三个月，我就马上回去上班。那么拼啊！月嫂找好了吗？还没呢，看着。你抓紧吧啊！好，别现在挑来拣去的，到时候再抓瞎。知道了。帮你忙，没事儿。你看，这是孩子的头。这是头正过来了。你说话怎么这么逗呢？什么叫正过来了？反正是头朝下，胎位正了。啊！别闹别闹。这什么武器啊？吸奶器，三折买的。哟，这东西还真齐全，越做越精了。嗯，全是好牌子啊！老公，你看看这怎么往哪儿弄？不行，老婆，我现在一看说明书，我头就晕。我也晕，你怎么办呀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哎哎，你不是还说逛超市吗？嗯，先逛吧，要不该关门了。走，回来再研究。哎呦我去！秦岚，我去弄个车去。秦岚，杨哥！哎呀，这我买这东西，你牙不疼了？一天就吃一颗，行不？哎，你不要偷吃啊！肯定不，放心吧。哎，看看你最爱的茶叶吧。啊哎、你说咱们老了，能像他们那么幸福吗？那肯定的呀，你放心吧，到时候我就推着你啊。少来这套，我推着你。完了，在广场上让你看我跟别的老头跳广场舞。你这盼望点好行不行啊？啊，来给你吃。哎，你说，咱俩要是到了那岁数，也能那么甜蜜吗？不就是块巧克力吗？要多少？你干嘛？嗯。哎，疯了吧你？太多了。够吗？太多了啊！不行，老公，孕妇不能吃这么多巧克力、啊。慢慢吃吧。啊，走，继续逛。不是，你是不是给你自己买的呀？是给你买的，咱们把实话说清楚。水果在哪儿卖呀、啊？别买水果了，老公，咱俩去买尿不湿吧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周尿不湿打折，买三送一，我算好了。我拿了我妈的小姨的身份证，这样咱们可以买四份，四份是16包，咱们把货囤起来怎么样？哎呀，买那么多干什么呀？没有不卖。什么干什么呀？宝宝得用啊。需要的时候再买。哎，你放心吧，尿布我也囤。老婆怎么了？啊？老公，宝宝要出来了。哎，别啊，你忍着点。老婆，老婆。哎，别着急，我忍不了了。老公，我是宝宝要出来了。哎，
你看我有经验，你赶紧把他抬到门口去。我能等走吗？放心吧，老婆，我不是电视剧。刘爱玲，来吧，来吧。哎，那走，急救，冷静，冷静。有我们的车。好。来，老婆，坐。抱。来吧。哎，让爷爷，我送你去。哎，让爷爷。别紧张，别紧张，我在这儿。王医生，王医生，给我介绍。不是，别紧张，我在这儿拿了，不行，没事，坚持住啊！小赵，赶紧通知产房，准备一下，啊。大夏，你看，我还有两个月才能生呢，我儿子还没到六斤六两，再等等。哎，这还等什么呀？你已经开三指了，知道吗？王医生。凭咱们的交情，就不能通融吗？咱能不开玩笑吗？这事儿有通融的吗？赶紧过去啊！不行！啊！老婆，王大夫，能不能让他减少点痛苦啊？啊！他现在是急产，想让他少受点痛苦不太可能。那有什么花钱就可以减少痛苦的项目没有？老公啊，不能再花钱了。咱已经亏了66,000了。你闭嘴，你听我的好吗？听我的。老婆，把钱留给儿子，我能顶住。行了，你们俩别贫了，都听我的。你，松手，松手。你，去产房。你给我过。忍忍。我跟你说，王医生，这么说你一点都不帅。放松，别紧张，深呼吸。签字吧。对，这都得签上，每一页后面都要签上。好，你最好把这个条目看清楚啊。我明白，就是提前签一个免责嘛，是吧？你不仔细看看吗？啊？一般来说，分娩仍存在不可控的风险，虽然这只是一种自然现象，不能称为疾病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产妇身体内的每个器官都要经历非常巨大的变化，很容易引发各种并发症，严重的会导致死亡。现阶段，全世界每天仍有1000名妇女因为分娩而死亡，导致死亡的原因主要是产后出血、产褥感染、妊娠合并心脏病、妊娠高血压病、羊水栓塞等等。你妻子目前这个情况属于急产，必须进行剖宫手术，而剖宫手术比一般分娩的风险还要高，所以你必须要考虑清楚。不是，您说这些状况会发生吗？不敢保证啊。啊，生孩子这么危险啊？你才知道啊，回去对你媳妇儿好一点。是。行了，赶紧签吧。啊，风险归风险，但是我说的刚才的这些情况在我们医院还没有发生过，在国内也很少见。您怎么不早说呀？啊，我这是实话实说呀。这吓死活人不偿命是吧？妈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剖腹产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着这事儿？不行，老公，听我的。别想这事儿了，什么都别想了，不能再花钱，把钱留给孩子。6,000,000。别怕。哎呀，妈，你先坐。没想到还动刀了。
别着急，没事儿，哎，没事儿。刘佳佳说：“儿子四斤九两，母子平安。”来，快看看！哎呦，这接过来。虽然没足月，那小伙子长得挺不错的。来，抱！哎呀，抱一下！接过来，接过来，小心啊，小心！哎呀，这不慢点，慢点！哎呦，快，小心！哎呦，一会儿就要送保温箱了，医生特写信抱给你们看看。好了，给我吧。醒了，儿子怎么样？哦，在保温箱里呢，好着呢，放心吧，圆乎乎的，跟我小时候一样。我想去看看他。您那可不行，医生说你得好好躺着，要不我去帮你拍张照片吧。啊，等着啊。把闪光灯关了啊。啊，放心。这是三床刘爱的家属，看一下孩子。最近孩子有什么异常吗？最近孩子都一切正常呀。一切正常。对，你拿下这个都记录，然后我们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们这边不让拍照的。哦，好，不好意思。儿子。
老婆，老婆。交下钱，我让您交费。哎，等等，干嘛呀妈？您怎么这么快就来了？我看看。哎，这妈呀，是单间呀。妈，您听我说啊，小爱早产，顺转剖，孩子进的保温箱，这单间咱必须得住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啊，哎，交钱。哎呀，这这么贵，怎么抢钱呢？你家这个情况，考虑转月子中心吗？不转。要是不转的话，五天后就可以出院了。但是建议还是找一个月嫂，孩子太小了，还是有人照顾要好一点。啊，我们商量一下啊，谢谢。商量什么呀？我不是来了吗？什么？你妈来了，你去。走。啊！给我看看看了多少啊？啊！别看！不行。行，我不看，别激动。那你告诉我，到底中了多少？60公斤。走开吧，哪是66公斤？才中了6公斤啊？什么叫才呀？哎呦，不错啦，生个孩子才中了6公斤，真的已经很好啦。我觉得我快疯了。哎呀，我们家都快胖死了，怎么办呀？哎呀，我像猪一样。哎、妹，你比猪漂亮多了，真的。你走开吧。哎呦，你看看你啊，你真是刚做完手术，气着我了。你说你没事。天哪，这怎么下床了？这怎么下床了？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快，上床。哎呦，这不能找。开了吧，这快开我。没事。窗户关上。没事，你看我拿的这个啊，你不能让招风。他这个呀，妈，我都想到了啊，我就知道你们根本想不到。你这头必须得包上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能受风。这以后啊，哎，要落下什么病根就麻烦了。对，没事，习惯就有点紧。你看这包这个干嘛呀？啊，您是史泰龙的粉丝吗？这是啥龙？没事儿，哎，习惯就好。先走，汤，不用，你看，在家给你煲好的汤。
趁热喝。谢谢妈，好好补补身子啊。杨哥，拿碗呢？好，这杨哥，你给我拿个镜子，我看看。好好好。这这这香，没事儿，你习惯就好了，没关系，就得这么包着啊，天天这么包啊。护士，监护室在哪儿啊？往那边走，左转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您好，请问可以领来什么？给我看一下。啊，我是刘爱的家属。在这儿签字。谢谢。我也是来领那个奶粉的。哎，你怎么起来了？赶紧回床上去，快啊！不行，医生说了，我得多活动活动，这样对排子路有好处。你别扯着伤口。这什么呀？这个领的奶粉。哪儿领的？医院领的呀，人家就怕你早产，然后不下奶，孩子饿着呢，特意给准备奶粉，多体贴啊。老公，我从书上看了，人家说宝宝下生以后的第一口奶非常重要，要是喝母乳的话，就能提高他的免疫力。我这不是也是替你着急吗？你说费半天劲也不下奶，那怎么办呢？老公，我是不是特别没用？这不是，这不怪你，我都听人家那个其他产妇的家属说了，头几天就是奶少。我再溜溜。啊，慢慢，难受你躺一会儿啊。我疼，我看着你都难受。是妈妈没用。我要是有奶的话，你就不用喝奶粉了。妈妈加油，一定把奶催下来。还没下奶呢，下奶神汤，鲫鱼汤，下奶神汤，神汤可管用了。我给你拿个碗，不用吗？啊！哎呦天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别呛了。能下来，哎呀，啊！阳光，阳光，这又怎么了？这是啊？哎，妈来了，这不是急着下奶吗？昨天干了一桶鲫鱼汤，这回奶倒是下来了，就是乳腺有点堵，那催奶师正帮着给疏通呢。医生不是说了吗？这会儿得清淡的。啊！哎呀，他这就是心急呀。但是你怎么不拦着呀？这时候灌那个荤的，肯定这样的结果呀。已经通开了，月子里面特别容易堵奶，堵奶特别容易引起高烧。你跟他说，也会影响奶水的质量，所以一定要注意睡姿和饮食。听明白了吗？好，那我们能进去了。可以。谢谢啊。没事。老婆，行了。老公，快点儿就送去。好好好！哎呦，快快！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？刘爱同志，刘爱宝贝，哎呀，
怎么出这么多汗呢？快点擦擦。你说你怎么那么任性呢？啊，都生了孩子的人了，怎么那么不听话呀？医生跟不跟你说咱要喝清淡呢？我知道，可是婆婆说得多喝汤才能下奶。他妈让你喝的。我真想踢他一脚。哎呀妈，你别这么暴力。我不对他暴力，他就对你暴力，赌了吧？他也是好心，不是吗？当妈才知道，哎，就是妈妈，为了孩子什么都能忍。哎妈，给，哎，没事。啊，我跟你说呀，这伤口且得疼一阵呢。嗯，一定别下地乱走啊。嗯，好好躺着养好它。好。说，我现在唯一就觉得有一件事特别可惜，我要是顺产就好了，流啊流，哎呀，就这么没了。你怎么那么傻呀？嗯，你知道世界上最疼的事儿是什么吗？就是女人顺产生孩子，你这万幸啊，剖腹产呐、啊。你知道当时我生你的时候疼成什么样吗？我当时就想，一定得生个儿子。对不起，没别的意思。女儿好，女儿小棉袄，妈不就不想让你受我受的罪吗？你就是重男轻女。你平时对阳光比对我好多了。你看那阳光一去咱们家，七个盘八个碗伺候着，各种好吃。你真傻假傻呀！我对他好，不是想让他对你好啊。我不对他好，他能对你好吗？我对他好，他才能对你好。我知道。都什么呀？行，先把妈那个清淡的汤喝了。又是汤啊？那不，那待会儿再喝。没事，为了我儿子，喝。喝，好，我给你弄完了。小丽，我告诉你啊，坚持自己的想法。嗯，可是他们已经很惨了。我今天把报价给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说只有5%的利润。这是苦肉计，知道吗？你可怜他们，谁可怜你啊？咬住了，价钱一定不能降。姐，如果你在就好了。我一个人这些事儿根本就搞不定。相信你自己，你有能力。再说了，不还有我呢吗？你有任何问题，随时给我打电话，我帮你。嗯，谢谢姐。别那么客气。好了，挂了啊。好，拜拜。给谁打电话呢？小丽，你说她自己第一次独立做项目，肯定有很多的问题啊，我得帮她呀。少操心点工作，好好养啊。好的。圆圆呀，妈。妈。你说终于下奶了？嗯，哎呦，太好了！你看，妈给你带的好汤。你去，你把碗拿来。去，你把碗拿过来。你去拿碗去，去。妈妈呀，你说我这刚通开，要是喝多了，会不会又堵上了呀？我跟你说，好吗？嗯。这回量特别大。要不就先别喝了。没听说过呀，大胖小子吃穷老子，这男孩能吃着呢。你说今天呢，我炖的是乌鸡汤，这是补气的。你知道一个女人生孩子损多少元气吗？一点都不知道心疼媳妇。哎，那个妈太烫了。凉一凉再喝哈、啊，是是，这汤得趁热喝，不能凉，凉了不好喝，啊，是吗？啊，没事儿，不会堵。那个通奶的，他不说上次那汤太油了吗？我这次你看，油全撇干净了。这还是撇完的呀？啊。
你不为自己，为儿子想想吧，是吧？你还得喂奶呢，你得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。好喝吗？好喝啊。嗯，那不这样吧，今晚我在这盯着你，回去休息啊。啊，妈，那个我在这睡得挺好的，真的。关键是这儿上班近啊，您赶紧回家吧，我爸还在家等着您呢啊。嗯，那行，那你好好休息啊。嗯，今晚上把这汤喝了，你盯着啊。啊，好，放心。老公，快给妈打个车。不用，我的公交方便的。不用吗？今晚上把这汤喝了啊，明天我再给你包。慢点。添一大口。慢点。好的，妈。怎么了？啊？有反应了？真的是神奇，老公，快给我拿件衣服。哦，这汤也太神了。哎，这放哪儿了？没事了，现在挺过去了。我来了。娘，这是怎么了？又堵奶了。这怎么搞的？怎么又堵了呀？我不知道。会不会是喝您那乌鸡汤闹的？不是，你跟他有什么关系呀、啊？太稠了吗？不是。那刘爱呀、啊，你是不是得起来，你动一动啊？要不就是生之前没做好护理。你妈也是的，这些事儿啊，之前都得跟你说好了，告诉你。我妈之前教我了，而且我也做护理了。那怎么还会这样呢？那个妈，要不我陪您去看看依依去啊？哎呀。还没见我大孙子呢，那你等会儿，你趁热把汤喝，趁热。先走了。好啊，那你把病历放我办公桌上，我一会儿过去看，好吗？欣欣，行了，你不用说了，知道你要忙了，走吧。那爸爸走了啊。走吧。什么时候你能踏踏实实的陪我一整天就好了。姐，我觉得这依依吧像你更多。咪咪，我现在当了妈，我才理解之前你跟我说的那句话，有了孩子再难的事儿都能挺过去，为母则刚嘛。姐，你现在就是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，等你适应了自己身体的变化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啊。你说也奇了怪了，我这刚生完依依才多长时间啊，我都堵了两回奶了。姐，你真是遭罪了，你就应该听我的，当初你就应该请个月嫂，这样更安全也更放心。而且虽然咱们妈都生过孩子，可是现在的育儿理念毕竟和以前不一样了嘛，这请个月嫂，这也至少可以避免一点家庭矛盾嘛。说是这么说，你说这儿子啊性格就随我了，
那么着急，提前俩月跑出来，我也没法准备啊。姐，你是不是后悔没去月子中心了？倒不是后悔，就是担心，担心我照顾不好他。姐，什么情况啊？这从小到大我都一直受你的熏陶，说做人一定要自信，你现在怎么搞的，怎么一点都不自信了？我是觉得吧，当一个好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儿。你可以的，我加油。你加油，我都可以。之前咱们为了省钱没去月子中心，是不是错了呀？你怎么突然这么问？不会是后悔没去吧？不过现在要去的话，我妈会不会有想法呀？不是，我是想，你说咱俩什么都不懂，你说一回家了咱俩照顾不好她怎么办呀？没事儿，有我和我妈在呢，你就放心吧。要是你实在想去的话，我去跟我妈做个工作，好吗？算了吧，太贵了。我就是自己纠结一下，没事儿。嗯，老婆，钱就是挣来花的，我不想让你受委屈。我一点都不委屈，我现在有依依和你，特别知足。没事儿。自己发会儿呆。刘爱，阳光，哎，这是你的孩子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哎呦，儿子，谢谢。哎呀，我终于抱到他了。孙子，咱们回家了啊！哦，回家了，你看那小嘴儿。妈，你前面小心点啊！哎哎，小心点，小心点儿。哎呀，走了，回家了。那个什么，来给我吧，我来抱吧。那个，我跟刘爱说了，还是回我那住吧，我好照顾他。哎呦，亲家，我来都来了，怎么还能麻烦你呀？你是不是怕我照顾不好刘爱呀？不是，我是怕你受苦嘛，挨累。能不累不累？我跟你说，刘爱是我们家大功臣，我保证照顾好他，一点都不累。你放心放心，走回家。小王，怎么不吱声啊？走走。你说你愿意回我那儿，我昨天跟你怎么说的呀？怎么了？去我那儿怎么？我不去，你看他那一出，我跟他生不起那个气。再说，再一弄矛盾了，你还不好做。行吧，我先送你。不吱声。到家了。哎呦！慢点啊！我大孙子终于回来了，终于回家了。呀！把这摘了行吗？快点，没事吧？看点东西。哎呀，这不是那个床吗？对呀、啊。那么贵你买了？哎呀，太贵了，老公。我逗你呢，什么眼神啊？这是我自己做的。真的假的？那还能假呀？咱们逛商场的时候呢，我就记得你看这床，哎呀，特别喜欢，我也特喜欢。所以呢，我就给记下来了。我做出来这个比他那个功能还多。可以呀、啊，老公。怎么样？真没看出来你这么厉害。喜欢吧？嗯，儿子有你太幸福了，你好厉害哦，老公。刘爱呀，阳光。妈，来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哎呦，这什么时候有辆车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这是婴儿车，妈。
皮肤得多贵呀、啊！妈，这阳光做的厉害吧？做的，嗯。嗨，你费那功夫，这孩子这么小，他能睡这儿吗？那怎么得跟大人一块睡、啊？怎么就不能睡了？妈，那个孩子太小了，不能跟大人一起睡，这样不卫生也不安全。哎呦，怎么就不安全了呀？哎呀，我跟你说呀，这阳光小时候啊，就跟着我们一块儿睡的啊。那个时候呢，家里条件不太好，就三个人呢挤在一个8平米大的小屋里，那阳光一直跟我们睡到上小学呢。妈，其实是，孩子跟大人睡吧，会影响他的心理健康，特别是男孩。不是他还容易得病啊？我咋没听说过呢？不是得病，就是，会影响他的发育。怎么跟您说呢？就是他不容易独立。就是在美国啊，妈，这个已经有非常系统的数据了。我当是什么呢？你说心理健康？对，你看大小伙子，那心理挺健康的，那不是好好的吗？也没变态。您说什么呢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能把阳光养这么大，我也能把我大孙子养这么大。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啊，就是讲究多。当然了，也是为孩子好。可我觉着呀，还是老规矩管用。你看，这几千年传下来的是吧？你不能听那些外国人的，哎，他们吃什么长大的，咱们吃什么长大的，不一样，是吧？妈，其实还有，你看，这大人跟孩子一起睡吧，他也影响大人的睡眠，是不是？我不怕影响，我就希望我大孙子影响我，我能睡好。就这样，他跟我睡，你们睡你们的啊。等他饿了呀，我抱过去给你们喂奶。不用妈，跟我睡就行。不行不行，那哪能呢？妈，跟我睡，跟我睡。妈，妈妈，儿子，咱歇会儿啊。我走了。别着急，别着急。我心脏疼。没事没事。我谁生的孩子呀？妈是怕你把身子给熬坏了，为你好啊。没事啊。心脏疼。哎呀，别闹了，咱歇会儿。这样吧，妈，您先回去休息，我喂完了，我把姨给您送过去。我不回去休息，我就在这等着，你喂完了我再抱回去。行。不是你这怎么喂呀你？哎呦，你还不好意思啊？哎呀，你这这么大小伙子，不就是我奶大的吗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都是女人，你快点的，你看她着急的。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妈妈喂啊。哎，谁？哪不是你嚷嚷什么呀？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不是，对，我怎么在你这儿？哎呀，喂奶，你儿子饿了。阳光，你怎么睡毛了？怎么摔了？快起来！呀，没事吧你？
那你要不让妈先回去歇着，我喂完了给送回去。我不用歇，我不歇，我就在这等着，快喂快喂啊！哎呀，妈，妈，我也饿了，我真饿了啊！那赶紧的，你快起来，妈给你弄点吃的，你快喂啊！好，妈放心啊。你想吃点啥呀？妈，我不想吃点啥，我什么都不吃吧，我就是。你说话吗？你让他一个人喂孩子，他不习惯。你说这都当妈人了，你让他喂去吧，啊，自在一点。你歇着吧，啊。不是你老抱个枕头干什么呀？你还不如多抱抱孩子，这孩子想你得多抱。哎呀，妈。说了说了，孩子不能老抱，老抱老抱，他放不下来了。你别听那些什么书上什么专家的，我跟你说，那孩子小你就得多抱，你要不是那孩子长大了，你想抱都抱不上了。你看你从小不是妈抱大的吗？那不挺好的？你要少抱点，我估计现在更好。哎，那什么，要不你回屋歇着吧，挺晚的了啊。哎呀，我喂完了我再接。行行行。你怎么能吃呀？你真饿了？我哪是饿，我能让你踹饿的。你妈给你做什么好吃的？哎，就是炒了个冷饭。你们俩差点把我吓死。睡了吗？没有呢，等着你喂完把孩子抱走呢。啊，要不这样吧，啊，你今天晚上跟咱们睡，妈的半夜再过来，再把我吓跑带出来，好吗？行吧，估计他也累，睡吧。行，你跟妈妈睡。行了，您慢点啊！赶紧在家待着，他一个人我不放心。没事没事，您慢慢买啊，多买点。行，我走了。好，好，再见。洗头可容易落病。哎呀，落什么病啊？人家那么多洗头，他也没落什么病啊。再说我都臭了，你闻。哎呀，洗个头太舒服。飞奔过来，哎呦，怎么一个人躺着啊？没人管呀、啊？哎呦，宝贝儿，自己玩儿了？妈，怎么了？你说宝贝儿是吓死我了你？怎么了？洗头了？谁叫你洗头的呀？那什么，我先上个班啊，我先上班了啊。走走走走走。哎，宝贝儿，你坐坐坐坐。
迟到。刘爱，哎，妈，妈，我先走了啊。那个，哎，你走，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呀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不能洗头啊！婆婆不让我洗，你也不让我洗，为什么呀？什么叫为什么呀？这老话说的，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。你不洗没事儿，洗了万一有事儿呢？能有什么事儿？是不是？妈，你就看在我昨天晚上只睡了两个小时的份上，放过我吧。就睡俩小时？嗯。他闹的呀，一晚上哭了七八次。他一哭，我婆婆就抱过来；一哭，我婆婆就抱过来。你看我现在，我这黑眼圈，我是不是现在能入住这熊猫基地了？这就是婆婆跟妈的区别。嗯，要是我，我才不忍心叫你呢。要不这样得了，嗯，你跟我回家去吧，我也不跳了，我伺候你。不是吧，妈？你说我跟您回家了，那我婆婆怎么想？阳光也不高兴啊，是不？就一天到晚想着别人，那你怎么办呢？怎么累呀？哎呀，不过话说回来了，哎。你这也算不错了，还有个婆婆呢。有些人人家夫妻两个照顾孩子，还没人帮忙，可不是吗？是啊，我婆婆也挺不容易的。你妈更不容易。妈，说真的啊，我现在这当了妈，我才知道当妈的真不容易。不过我小时候是不是没有依依这么闹，比她还闹，没折磨死我。真的得了吧，是。我的妈呀，那您是英雄。你也不能当狗熊，当妈不都是这样吗？嗯，是不是啊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哎呀，想妈妈了，来，想妈妈这儿。长大了得孝顺妈妈啊。哎呀，又拉臭臭了。嗯。哎呀，怎么下一个下一个？哎呀，你还累了，你还累了。妈妈看看谁呀？唯品会的推广计划今天终于做完了，客户很满意。你放心坐月子吧。姐，祝依依健健康康。儿子，给这个吃。妈妈好忙啊，是不是？暂时来看不了你了，我现在跟坐牢一样，在家带孩子，到时出狱了一起诉苦。先洗个手，要不手上有细菌，因为它太小了，抵抗力弱。我本来还想抱抱呢。抱行啊，但是你能不能这个把这上面这些凶器都摘了呀？你再扎着它。佳怡，行了，我不抱，没事，我看看的，看看。哎呦，帅了，太帅了。你觉得长得像谁？哎呦，长大了绝对是小帅哥。肯定啊，好看的地方啊，长得还真像阳光。行。我把门开开，你出去吧啊！回来你，新小姨啊，给你带的燕窝啊，好好补补。嗯，看这燕窝的份儿上，确实是亲的啊。我听人家说了，这女人坐月子特别重要，月子坐好了，不仅身体好，而且比以前更年轻呢。哎呀，确实是我亲小姨啊，知道关心我，我现在真需要补一补。你知道我生完她以后，我整个人。我觉得我都快炸了，就胖的都不行，特别肿。我这眼袋，我你看都掉脚面了。哎呦呦呦！嗯，脚面不至于是吗？嗯，小腿肚子差不多。讨厌！我脸上全是斑。哎，你看我这头发干的。哎呀，反正我现在状态特别不好。
我都烦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晚上睡不好觉，一天晚上至少12次，我起来喂奶、换尿布，然后他又不停地哭，啊，怎么办呀？故意气我呢吧？由于我还喂奶，他还哭，我起来12次，让我起来24次我都愿意，我得有这机会呀。不是那意思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你看你带的这么辛苦，你把它送给我吧。你还年轻哦，你还可以生哦，你再生一个嘛，我保证带他尽心尽力。也行，那你抱走吧。我可真抱走了啊。抱走。真的？真的。我怕我真抱走了你杀了我。我不能。阳光他妈能。儿子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出来呀？啊，你要出来啦？你是要出来吗？真的，不了，来。哎呦哎呦，看见你来高兴了，是吗？哎呦，这东西产妇能吃吗？啊？告诉你啊，这些都是我给我自己储备，等我断了奶以后，我就戒饭了，就靠这些活着。我要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到我最佳的状态。你现在不挺好了吗？就是胖了10斤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发现你真的是站着说话腰不疼啊。10斤，你知道是多大一坨肉吗？这10斤肉放你身上，你高兴吗？今天前两天来看我还说呢，他说我现在太干瘪了，完全没有了往日的风采。哎，不是，这话是不是有点矛盾啊？你现在胖了10斤，人家还说你干瘪，什么意思啊？女人说的干瘪呢，就是说该瘦的地方瘦，该胖的地方要，哎呦，说了你也不懂。哦，明白了。哎，对了，我跟你说个正事儿啊。什么事儿？你能不能劝劝你妈，让她别把我妈说的话往心里去？我妈就那么一个性格，但人不坏。哎。啊，他们俩的事儿让他们俩自己解决吧。啊，你还是打个电话吧，要不我不踏实。哎呦，我妈什么性格我知道，过两天就好了，没事。哦，关键是你妈怎么了？挺让我头疼。什么事儿啊？你就说刚才啊，依依洗澡，我说我搭把手呗，不能碰。我说我帮她倒水吧，不能倒。我说那我在旁边站着看总行吧？不行，让我赶紧出去出去。不是，那是我儿子，我还能把他怎么着吗？没那么夸张，我妈是怕你累着，我想让你多歇会儿。我还歇呀？我都快成猪了，我别歇了。我就觉得你妈真的规矩太多了，坐个月子至于吗？要不再出本书吧。哎，你妈最逗的是还老吓我。吓唬你什么了？他说啊，我今天不是没穿袜子吗？我在屋里走，完了就告诉我，把袜子给我穿上。我说怎么了？我不穿袜子太热。你知道吗？老家就是你大表舅他女儿啊，坐月子的时候就没穿袜子。哎呦，你知道后期这一脚脖子的病啊，最后把脚给剁了。我怎么知道我有这么个大表舅？什么？你还真信啊？吓唬三岁小孩呢吗？我信吗？我能信吗？肯定不信。怪我没本事，早知道当初一咬牙直接月子中心得了，省得这么多麻烦事儿。哎，委屈你了。你别这么说话，不是那个意思。哎，其实我现在觉得挺知足的，就是咱们一家人整整齐齐的，健健康康，开开心心的，我觉得就够了。哎呀，上哪找你这么好这么体贴的老婆？哎呀，全世界就这么一个爆款让你捡着了。爆款？嗯，爆枕吧。爆款？爆枕吧。哎呀，你压死我了。发炎了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发炎，那怎么办呀？别着急，不是。
现这不是有块纱布吗？纱布呢？哦，那个洗澡的时候弄湿了，我给扔了。妈，医生不是说了吗？不让扔那么早纱布，您这扔了怎么办呀？这，你别着急，别着急，这消消毒就行。哎呀，这小孩脐带发炎的，他都会得，没事儿啊。妈，要不咱们去医院吧？我现在给阳光打电话。哎呀，不用去医院，打什么电话呀？哎，你赶紧去挤点奶，这可管用了。能行吗？行，快去，快去。行。没事，奶奶在呢啊！妈，啊，怎么了？妈，你看，怎么变颜色了？哟，怎么成这样了？化脓了，化脓了！我必须带她去医院，谁拦我，我跟他拼命！哎，不是，哎呦，我没别的意思，你，我跟你一块儿去啊。经过检查，你们这个孩子的情况呢，我们建议转院检查。大夫，我们就想在这看得了，省得到处跑。医生，我儿子问题严重吗？这倒不是严重不严重的问题，主要是你们这个孩子的脐带创伤面比较大，需要做血培养，看看细菌有没有进入血液，所以需要检查一下。而我们医院正好就没有这个设备。哎呦，大夫。你们呢就爱把事情都说那么严重，我觉得这种小病吧，他在你们这社区医院就能治。你说到那大医院，挂号又难，人又多，还容易交叉感染。这件事情可轻可重，我也希望孩子没有事情，但是如果耽误了治疗，会造成败血症，那就比较麻烦了。败血症？哪儿那么寸呢、啊？我跟你说，我那孩子我长大的是……别说了，麻烦你。你告诉我哪个医院能做血培养，把地址给我，我现在就去。好。行了，以后在孩子这方面的问题一定不能大意。谢谢王医生。王大夫，给你添麻烦了啊。没关系。啊，没事了，多亏了王大夫。啊，谢谢王大夫。不客气，行了，你们赶紧带孩子去病房吧。啊，赶紧去，病房是那边。啊，走走，我先进去。王大成，不好意思啊，那天我爽约了。没关系。电影好看吗？好看呀，而且名字也好。叫什么名字啊？大成，电话。好，来这儿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先过去。你忙。哎妈，您来了，在哪儿啊？这儿，这儿，来，您请。刘爱，妈来了。你妈还是我妈呀？咱妈。哎，妈。妈呀，这么多人呢。啊。大了。妈。宝贝儿，怎么样啊？之前一直哭。做完检查刚睡着，把东西往哪儿放啊？捡桌子用一下，谢谢啊。那个，现在没事了。现在没事。做呀。
我也别做了，没事我就回去了，明天我早点来，那个汤啊一定得喝，营养重要。宝贝儿，为了孩子，我走了。行了，送我妈。跟我出来一下。坐公交车行，那我坐。阳光啊，你坐着，我跟你说两句话。对。哎呀，怎么了吗？我问你啊，那个小爱最近脾气怎么样？嗨，这不是依依生病了吗？她可能有点着急，您放心吧。啊，你妈没跟你说呀？啊，女人这个时候啊是非常特殊的时期。没有，不过我在网上了解了一些，啊，他什么都没跟你说，那这样，我跟你讲一讲，这个女人生完孩子之后啊，雌激素的水平会非常高，所以呢，她的情绪会非常的波动，就是脾气特别容易不好，你感觉到了吗？感觉到了，不过您放心啊，我会照顾好。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体谅他才行啊！你看，小爱他爸，那就是这个时候出事儿了。我这也是给你敲个警钟啊。这女人生完孩子到这孩子两岁之间，是特别容易这个婚姻出现问题的。所以在这个困难时期呢，我给你讲这些，就是希望你接受我们的经验教训。真心的希望你们能一直的幸福下去，你明白吗？明白吗？我们一定会尽力的。但是现在我这感觉，他们娘俩住这个病房，你没觉得不舒服啊？那么多人，依依那么小，你这病菌什么的，这互相传染，这万一再感染点什么病？这样，我呢，刚补了点工资，你拿去。明天跟护士长要求一下，咱们换一个单人房间，好不好？妈妈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我们也想住单间，这医院确实没有了，我已经争取过了。你别硬撑着，钱咱这有。不，真不是钱，妈，您收钱，你可是这哪成？让小爱知道又该说我。钱我没有，有真有啊。阳光。就是觉得这两俩太不容易了，所以你这会儿你一定要好好的体谅他们，也体谅我这个当妈的心。您放心吧，您别着急啊。这真的不能换呢。是，一有了我第一时间就争取啊。您收好，妈。住不了几天就出院了，非得换个单间儿。哎呀，想当年我生你的时候啊，连病床都没有，生完你我直接就跟隔壁的产妇住一个床上了，你不活得照样挺好的。哎，妈，您不说您早把生我那事儿给忘了吗？啊，哦，您少说两句啊。哎，回来了。哟，回来啦！听您声音吓我一跳。这阴性的，没事。哎呦，你看我就说没事儿嘛，哪那么容易得呀，是吧？阳光妈妈，大夫说了，新生儿败血症的死亡几率那是很高的。别瞎说啊，这不没事儿。您要相信科学，医生说新生儿的免疫系统根本就没有成熟，免疫力非常差。很容易引发感染，一旦感染那就是全身性的，
危险很大。医生还说，依依的脐带发炎，那就是人奶导致的。哟，哎呀，我还有稿子要交，先走了。别，你再坐会儿。不是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没想到会弄成这个样子。你说我是依依的奶奶，我怎么能害她呢？是吧？没事就好啊。那什么，妈，一饿了，您把那个冻奶赶紧热一下。正好我要上班了啊，那么我跟妈一块儿出去。一些冻奶不够了。啊，那没事，这不是还有奶粉呢吗？奶什么粉呢？刘爱呀，妈再多一句嘴啊，一太小，坐力不够，你勤着崩点奶啊。妈，阳光啊。下班的时候去买点奶粉啊！幸亏儿子没事儿，告诉你，这儿子要是有点东西，就不活了，知道吗？就要买奶粉，阳光，你不能这么惯着他，你是惯成什么样了？你小声点啊，人家不是不为人事没奶啊，走走走，快上奶。这女人要奶孩子，都不可能没奶。没让人听见啊，不合适。听见又怎么了？我这哪是找了个儿媳妇，我这整个找了一祖宗啊。她呀，就是小姐的身子，丫鬟的命。我跟你说，刘爱这毛病要是还不纠正，以后啊没好日子过。妈，您就不能盼我点好啊？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上班。啊，催一下设计部，赶紧把图纸做出来啊。好。好的。喂，哎，妈，您找我啊？阳光，不好了，刘爱不见了。您说什么？可找着你了，急死我了，知不知道？怎么了？
事儿。一直以来都没怎么在意你的感受，我今天才发现，其实好多事情我做得不够好。没有，你做得非常好，我觉得是我的问题。今天吧，我在医院太闷了，然后我就想出来走走。现在还难受吗？知道吗？你刚才那么一哭吧，把我吓坏了。以后啊，再有不开心的事儿，别憋在心里啊。嗯，跟老公讲，好不好？好。嗯，我答应你，以后不管什么事儿，我都告诉你。嗯。老公。嗯。你知道我今天这一哭，我倒是哭明白了一件事儿。啊，我觉得人活着就应该开开心心的，所以我决定了，咱们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。哼，那可不嘛，要不然我还以为你那个……夫卵期综合症。觉得屋里有点闷，出去转了转，也没跟提前打招呼，不好意思，好吗？想我了吗？又是半天了。对了，妈，我和阳光我们俩商量了一下，觉得您说的对，再好的奶粉也不如母乳好，所以我们决定了，过几天出院以后，回家您帮我，咱把奶追回来。真的？嗯。你来了，哎，你干嘛呢？我在给我爸爸洗衣服呢。不用你洗，你快去上床上躺着，阿姨来洗。不用了，阿姨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我给爸爸洗衣服。你爸爸知道你给他洗衣服吗？他呀，他不知道。每次我给他衣服的时候，都说是护士阿姨给他洗的。爸爸每天又要上班，又要照顾我，太辛苦了。我也得为爸爸做点什么。没事，是不是西西惹你生气了？没有啊。那你这是……我是觉得西西太懂事了，让人心疼。
时候我真觉得孩子要比大人坚强得多。我听西西跟我说，他很小的时候妈妈就离开了。对，3岁。那这么多年你都是一个人带着他？对啊。你们怎么过来的？马拉圈，我真的觉得自己不如你啊。在别人眼里吧，我一直是一个特别理智坚强的女人，但是我其实不如你。想想我离婚那事儿，真的做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事，特别疯狂，拼命的想要个孩子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都不是我了。我怎么能做那样的事？真的，还不如西西呢。也不能这么说，很正常，这都是必须要经历过来的。我也一样啊，当初西西他妈离开我们的时候，我也崩溃过，也曾经，但是后来我明白了，既然你选择不了生活，那你就只能选择坚强。嗯，我实在想象不出你崩溃的时候什么样。你真崩溃过？崩溃过呀。都干嘛了？这就别说了吧。可是我干的那些傻事你都知道呀，你也跟我说说。男人同房还能干什么呀？无非就是喝酒呗。看什么看？动手吃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这些都是你爱吃的，吃完了心情好。啊，来，老公，这些东西都是喂奶的时候吃不了的。没事，我已经问过医生了，产妇啊，生孩子，心情最重要。怎么才能开心呢？吃好吃的。哎，吃了。吃啊。吃奶怎么办呀？那怎么办？那你就吃一顿而已，实在不行咱就喂奶粉。你看那国外那小孩都是吃奶粉长大的，那也结实，是吧？也是。来吧，一顿没事。一顿没事。怎么了？吃啊。老公，我还是想给姨喂母乳。我觉得这事儿不能强求。没有，咱干着急也没有用，对不对？来，我给你包一个。哎，吃吃吃，快快尝尝，多好吃！快点，找到他了。妈，妈怎么？我妈不吃，都是给你买的。妈，你说我妈不让你吃啊？不可能，她就在这儿，我也敢喂你。妈。吃奶的时候不能吃这些。来，好好喝汤。妈，这汤看着就好喝。谢谢妈。嗯，喝。老公，干了！可以了吧，妈？再来一碗。啊！老公，老公。哎呦，哎呀妈！让他缓缓，让他缓缓。我尝尝。哎呦，
哥，这怎么什么味儿都没有啊？妈，这也太淡了。喂奶的时候不能吃那么咸。干了吧你，是不是？真是太淡了。又不是给你喝的。好，妈，好喝，好喝啊！嗯，再来一碗，再。之后我们伙食也不好，这能有奶就不错了，哪还会堵啊？这都是现在人的富贵病。实在不行，再找个催乳师吧。不行，上回找那个我就觉得有问题，他肯定是动了手脚，让小艾一直堵啊，堵完了他就通，通完了就收钱。妈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哦，对了，你把那人给我找来，我把咱们那钱给要回来。已经急炸，我带他去晒个太阳不行啊。哎呦，这么点小孩你晒什么呀？晒他晒出毛病了呢。我想着让他少喝点水，等他渴了就能自然的就想多喝奶了，是吧？啊，就知道折腾孩子你们俩。啊，走了。哎呦，乖。哎呀，小爱呀、啊。哎，妈。你这样真不行，你这太不爱惜孩子了。你看，这么大太阳出去晒，人晒坏怎么办呢？没事儿，那车上不是有棚吗？而且医生说了，宝宝啊，晒晒太阳不干。哎呦，你这心可真够大的。你说你催奶了，你自己想办法，你拿孩子较什么劲呢？哎妈，这我是想的，就是让孩子先少喝点水，等他一渴了，自然就多喝奶了。说不准喝着喝就给作通了呢，是吧？快下来，咱们吃饱了再睡。来，是是是是。哎呦，吃一口再睡。哎呦呦，吃一口再睡啊、嗯！妈妈喂奶啊。好嘞。哎呀，真管用啊！不试试怎么知道？放心吧，啊。哎呀，但愿有用，别让这俩孩子再遭罪。老公。怎么了吧？奶通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啊？妈，通了。哎哎，哎呦！啊，不好意思，你们怎么过来了？杨王哥。哎，我们俩来看一朋友。看谁呀、啊？我干儿子。什么？你干儿子？你走走。要。阿姨，好久不见，阿姨。怎么都站着，这都进屋去。哎，走吧，走吧，我们刚到这儿。阿姨，阿姨，我帮您提吧。哎呦，没事没事。这姑娘这么漂亮，谁呀？啊，这是阳光公司的老板，叫齐楠。阿姨您好，我是齐楠。老板呢？不是，怎么能让老板拿东西？不是，阿姨，我帮您拿。真没事，真没事。她是我女朋友。啊？女朋友啊，哎呦，你什么时候修来的福分？我修了好多年呢。快快快，进屋进屋进屋。到了，来，坐坐坐，我看。嫂子，嘿嫂子，来了啊，来了来了来了。哎呦，我看我干儿子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帅吗？这漂亮劲儿真像你嫂子。嗯，会说话。哎，干儿子，看看我干儿子，叫干爹，这叫干妈，叫干妈。叫干妈多了，叫姐姐。就是。叫人家姐姐，叫你就叫哥哥，知道吗？行，显年轻，显年轻啊！按辈分，你得叫我干爹。奶奶，你看看他，又占我便宜。哎呦，光说话了，我
这来得急也没给带什么，给孩子准备一红包啊。这么薄啊？这样就厚了。开玩笑呢，人来就行了，要什么红包？哎呀，给孩子的就别客气了，嫂子，不用收下吧，收下吧，快快快，嫂子，这是我的。这不好意思拿，算了吧。没事儿，给孩子的，您收下吧。杨哥，你看这怎么办？谢谢，都不是外人。谢谢。哎，别站着了，快快坐坐坐坐。行行，来来坐坐坐坐坐。哎，我来，我来。哎，谢谢阿姨。对了，杨工，公司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。什么礼物啊？你来公司这段时间也帮了公司不少忙，所以公司决定给你派辆车。啊。这不合适吧？车呀，能问问什么车吗？汽车还是自行车还是汽车？汽车。妈，杨过，你看看你们老板，又漂亮又好，你看多体恤你们下面啊，是吧？你看你们现在有了孩子，没车不方便。我那时候就说你不该把那车给卖了，多不方便。天。妈，其实之前我们是着急用钱，所以把车卖了。那时候我们就说了，等钱还完了，我们再把车买回来。对。哎呦，等你们赚钱，那什么时候才能还得上？你们现在还有一屁股债呢，真是。齐南，齐南，齐南。哎呦，齐南，这名字也漂亮，人也漂亮，事儿干得更漂亮。哎呀，你还特别有眼光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阳光啊，那就是千里马。你们公司有了我们家阳光啊，那不发都难。是阿姨，阳光平时也帮我不少忙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阳光，对，要不车你就收下吧。真不用，真不用，咱别客气，都是我应该做的啊。行不行？你就说。哎，那个。你们公司的事儿就回你们公司解决，好吧？我们毕竟是来看孩子，对吧？哼，我看孩子有点困了，那咱这样吧，咱们先走，让孩子休息。那好吧，阳光，你送一下。好。不是，这就走啊？走了，阿姨，我们先走了。不是，您的水也没喝，水果也没吃呢，您。没事儿，我们都不是外人啊。那好的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好，哎，走了。哎，拜拜。那有空来啊。哎，行，阿姨，那我们走了。哎呦，谢谢。哎呦，真是的，哎，拜拜。哎呀，这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吧？对。那结果出来没有？出了，医生说了没什么大事儿，但是回家了得多休息。啊，那就行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呀，这在医院养着还不如回家呢。这又贵，吃不好睡不好的，你说在家多舒服。妈啊，现在就走啊？啊，那还在这待着干什么呀？行，那我给阳光打电话啊。哎，你给他打电话干什么呀？你不用接，你折腾他干嘛呀？我得让他过来接咱们呀，这东西太多了，他不来我们怎么？喂，老婆。阳光，这会儿忙吗？怎么了，老婆？我妈说现在就要出院。啊？现在啊？我想说，你要是方便的话，过来接我们一下啊。行行行，我这就过来。哎，好。杨总，哎，昨晚公司的刘总已经来了，他想听一下他们公司项目的具体方案。这会儿去啊？现在他们就在会议室呢，齐总也在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好的。杨光说他马上过来，咱们等会儿啊。你说啊，你住院期间呢，他这公司医院两头跑，累够呛。你说你折腾他干什么呀？你要知道体谅体谅他。嗯，好嘞，妈，坐着等会儿啊。我来收拾。好嘞，坐这儿吧，我收拾啊。
态规划研究水战略，支撑策略，生态恢复，建设生态湖道，恢复自然生机。好，这幅图就是我刚刚说的恢复生态水战略，大家可以把这张图做下笔记。依依，爸爸怎么还不来呀？嗯，哎呦，你看外头都打雷了，赶紧走吧。别等他了，别等他了。妈，阳光说马上就到了，你抱好孩子啊。妈，我拿行李，我要辆车，走走走。妈，哎，妈，哎，那个我先来的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是约的。啊，我们提前预约好。你看我这有孩子呢。我们先预约的，不好意思。哎呦，打个车这么难。妈，这会儿下班时间不好打，要不咱们先进去等会儿吧，阳光一会儿就到了。别等了，你看看这天哪，这一会儿下雨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呀？没事啊，儿子。嗯，我有办法了。妈，走走走。妈，慢点啊。来，快上。妈，这三轮车太危险了。哎呀，这时候还讲究什么呀？不是，不安全呀。妈，没事儿，这挺宽敞。哎，师傅，你给我把车放上去啊。好嘞。哎，慢点，小心啊。好嘞。哎呦，好嘞。爸，哎呦，回来了！怎么样？你淋着没有？没有。哎呀，孩子没事啊？没事。啊，那谁，小爱呢？屋里呢。啊。哎呦，大孙子，哎呦！没淋着吧？看来劲儿劲儿的，别不开心啊！妈，算咱们这万贯家财呢啊！你有啊？万贯家财？我算算还欠人多少钱，赶紧还上。再这么下去我就疯了。老婆，别不开心。不能这样，阳光。咱们现在是没钱，但也不能这样吧。我怎么都行。依依还那么小，刚从医院回来。妈好多时候的想法和观念我说不通，你知道吗？好吧，我知道我妈有些事做的不太对，啊，别往心里去。我知道妈是想省钱，可我也没乱花钱呀。我现在都是买什么都是精打细算，我也在为这个家省钱呀。我知道你不容易啊，要有气的就冲老公撒啊，妈也是为咱们好，别难受，好不好？知道。啊，可是真的，哎呀。别难受，这不都回来了吗？没淋着就是好事啊！咱好好过日子，别较真。我没较真。我知道。你能不能跟妈聊聊？我会好好跟她说的，好不好？我妈有我妈妈的问题，我也是，我也不能。我知道你为难，但是你真的，你跟她好好聊聊行吗？我保证，以后我一定精打细算，我省着花，行吗？不是这个事儿，该花的还得花。我妈有她的问题，回头我跟她说啊。来，抱抱，抱上去。抱抱。刘爱呀。嗯。有那个依依的尿不湿在哪儿呢？啊，我知道，妈我知道。嗯。哎呀。
妈。嗯。我得跟您说个事儿。我也想跟你说个事儿。哦，那您先说。是不是又告我状了？没有，这不是下雨吗？可能淋着了，有点不舒服。我跟你说啊，他今天一回来呀，就把自己关屋里了，什么也没干。你说现在家里就你一个人上班挣钱，他怎么就不知道心疼你啊？妈都心疼你。不是妈，这刚生完孩子，这身体也不行啊。再说了，哪有您这样的，哪能打个三轮车接孩子出院啊？这都淋着淋着，谁合适啊？我不是看着天要下雨吗？再说了，三轮车有什么不好啊？又环保又省钱，还能钻。你看看大马路上都堵成什么样了啊！你不是也被堵路上了吗？我们要不打三轮车，那现在还没到家呢。哎呦，你看，你看，我们不到家了吗？我来给您看一下，这是西西最近用的药。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你在后面直接给您签下字。好的，好的，我看一眼。王大全，你来看西西啊？嗯。新的杂志，我给他送过来。那个，那你先过去，我签个字。雨箱出血止不住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目前还算稳定，又躲过一劫。现在带他去观察室。好，辛苦你。行，那我过去了。嗯。怎么样了？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我得等到结果再走啊。啊，还行，算是稳定下来了，但是还需要再观察观察。赶紧回去吧，我这边还有一个会诊。以后我有空的时候能来看看西西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。出院了，我打算请他吃顿好的。哦，怎么了？是这样，刚王总打电话过来，让我们核对一下先锋案里的几项条款。哦，没事儿，你忙你的吧，我自己去就行了啊。哎，别，这案子是我弄的，好多条款你不了解，啊，我弄完这事儿再走吧。嫂子那边，我跟他说。嗯。